像这个不是前直径有点强，这个好好看哦，小胖子。哇，还有底下有一个，哎呦天哪，来来来，哦吼，嗯，好，可以了，哇，红的。这独孤旁边有一个见手青吧，这上面不是，然后这个见手青跟独孤长得太近了，这我就不要好了，这上面还长了一个，这一个它都是缺了一个口，篮子最下面这还藏着一个，对，在这边就把它清理了，在这边把它清理了，然后回去小处理一下。好大的见手青啊！这边有朵被谁给踩坏了，然后这下面还藏着一朵很小很小的。这种状态是最好的。这边有两朵超级大的见手青啊，不知道坏了没，我过来看一下，我先过来看这两朵。天哪，这两朵那么好的，这边这朵也很好啊，哇，这两朵都好好呀，这么大居然还这么好的，还是完整的呀，两朵就好几斤，要一下看里面怎么样，还挺好的、哦、嗯，还有个洞，这洞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哇，这一堆，天哪，这堆全是见手青啊，妈呀，这一堆这全都是有好多朵啊，天哪，就这几朵就应该我们就装满了吧。这边它都长在一起，全都是见手青，他们在抱团取暖啊，这树枝下面，哎，快你来摘，这不好摘，那是有点老，有点坏，那就不要坏的，不要，不太好，不太好的就不要，嗯，还是不要，都不要，那前面那朵可以，那个要剪了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就这几朵可以，这几朵，嗯，就这几朵，这可以，嗯，这还有好多朵啊，那边还有好几朵，它也长，就长在一堆的，独孤，都不好啊，那边还有好几朵，它都不好采，你看这树枝直接压在上面了，都不好采，哎呀，然后这个也是在树枝下面，这好费手啊，采这个，这两朵它都长得好大了已经，那边我看到几朵美味牛肝菌，你看到没，这长了好几朵啊，这边这全是树枝，这不好过啊，哎呀这，哇，这几朵看到没，这几朵、哎、那下面很多吗，我这边也有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要过来，先把这几朵
剪不完呢，慢了哈。这朵就不要了吧，马上满了。说我还没看到啊，在什么地方啊？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看到没？见手青，是我们篮子下面一点。哇塞，看，看这旁边，看。哎呀，这也太多了吧！这感觉就像捡趴火，捡趴火的感觉。这想不像不像在玩游戏啊？看一朵，踩一朵。然后这边，这边看到没？这一片，然后那边还有，就是它不太好采，它长这个地方。哎，那你这一朵怎么了呀？哎呀，这个。这它咋长的呀？它把这树压，它把这树压在下面。哎呀，啊，我的不太顺。哎呀，这个被我弄破了。看这颜色好诡异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踩了这个，我都不敢摸我的脸，不敢摸我的眼睛。嗯，这个生的时候是有毒的。看这种。这种虽然很好，但就是不好采。哎，好，这朵大的，它长得挺紧的，它还已经被我弄断了，放弃。这个，这个。其实它都不太好，这个这两个，它都长在这树枝下面，都拔起来很麻烦。还好的，等我一下呀，这好难拔呀！哎呀，我都拔到没耐心了我。好，就这些。这边又是一堆，但它长这个地方不是很舒服。它长这个地方不是牛肝菌。哎呦，可以。它长这个地方不是很好过来，哎呀，看我的手，这是一朵特别漂亮的，这边这一朵大，看到了。我们现在是见手青自由，我真的从来没捡到过这么多见手青，从来没捡到过这么多。然后那前面你们看，那边还有两朵大的，这两朵是很好的，是它看着其实没那么漂亮吧，就像发霉的东西，但它吃起来真的是超级好吃。已经挺多的了，这两袋，两袋已经快满了。它就是成堆长的，这怎么捡得完？根本都捡不完。我感觉我穷尽的，天哪，我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多，看这朵好大，天哪，看这朵，我现在就很淡定了，因为看到的太多。这边要是原来的话，看到一朵我就会很兴奋。它都是这种已经长得很大的了，这种其实也还挺好吃的。树下面这一朵要弯腰过来，看上面，这弯腰过来，这一朵可爱，这一朵可爱，这一朵好可爱。这边我看到一个好可爱的呀，很可爱的，
那个坏的我要不要？你说我要不要？哎呦，看你这底下，哎呦，那下面还那么多，哎呀，我不能捡了，已经捡不到了，装不到了。这都要不要？这都不要算了。其实它还挺好的，就是不好看。看底下好不好？我看到那下面了，我不想下去了，哎、不好下去。我现在看到这种巨型的，就不太想捡了，因为我们真的装不到了。这一个的话，就好几斤。看这多大。但这牛肝菌应该也不太好，有一点点空，就像扣这个海绵，哎，我喜欢扣这个海绵，扣这个海绵好解压呀。直接把踩了，扣海绵完，也不要它了，扣海绵完。就是见手青，如果你眼力不太好的话，你根本都看不到，看没？这么小的两个，这没蛆蛆的，没想到它居然这么好吃。看着这种没蛆蛆的，这片山坡有多少见手青？这一片，然后那上面那坡上，根本都捡不完。开始吧，先把最漂亮的摘了。哦，这几个也很漂亮，来给你。这个也很漂亮，这一半。哎呀，这蚊子跑到脸上，这真的拔不动，你来，这真的挺重的。我没有开玩笑，真的。那就是两个，两个，三个。三个吗？嗯，好看。两个，两个，这个好看。哎呀，里面不好。这个也好看，真的。帮我把那个拔了，上面那个我已经够不着了。嗯，真的不好拔，这个有些。撑底了。啊。今天又装不到了，带了两个这么大的篮子都不够。下次要直接上那个尿素口袋。天快黑了，又发现了好多牛肝菌啊，还是要把它剪了。这么可爱的，这么可爱的肯定要剪啊，虽然装不到了，但是还是要剪的。发现了今天的颜值担当，这肯定是今天的颜值担当啊。你们看看这朵，你们看看这朵，看这朵。嗯，不过它好像长皱纹了，下面还是很完美的。看这路边这些都不能带走了呀，好可惜呀，下次再来吧。